后边雪的，对，小心小心小心哦，小心小心小心，是不是？小心小心小心，大妈合法化，小心小心，支持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车有车，小心小心。是不是？是不是？支持大妈合法化，支持啊！小心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心过一下。有车，有车，不好意思，车门在这边哦。小心。我一直是他的良师跟益友，所以在他这段过程当中也陪伴他走过一段蛮长的时间。那当然今天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我们的陪伴，能够再次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对，所以老师是不是还蛮心疼这个状况的啊？心疼是难免的但是我绝对相信他是有绝对的能力跟能量可以再次的走过来。我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给他一些支持跟力量，来继续的来爱护他。是他不是我的老师，他是我的校长，南华高中的校长。对，那有什么话想要跟校长说的吗？还是跟大家说的？就谢谢你们辛苦了，然后站这么久，等这么久，天气很冷，不好意思。毕竟是这个不好的事发，你们想要跟社会大众说些什么？我爱台湾，就这样子。对，我爱台湾，谢谢。是不是有跟太太有发生争吵啊？这个不需要跟大家交代，这是我自己家的事。对。那在前一晚有播出就是和莉亚一起去开房间的影片，这个部分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对啊，我有播在网络上啊，你们自己看啊。所以是跟太太婚姻状况发生了一些问题，是不是？就看你们怎么看喽。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还是过得很快乐啊。好了，我们先把手续办完，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心，谢谢，辛苦了，谢谢。哦，我今天晚上要唱跳。